My name is Alex, I'm from the US. 听说浙江在建设功夫区，我要去找一找。我这会儿没功夫，一会儿就有了。好的。下班这功夫，我都会跟朋友一起在这组乐队唱歌。我们一有功夫就画画。我们很高兴画画。中午休息这个功夫，我们都在跳舞。这个就是我的功夫，会跳舞的舞者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功夫，用激光在火柴头上刻字。我们的功夫呢是智能篆刻。杭州亚运会期间呢，我们将用新技术传递传统文化之美。Oh my god, this is amazing. This is exactly what I was looking for. Well, that's easy. 奶奶，功夫真棒，很厉害。共同富裕，浙江共富，五年吉祥，共同富裕。